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，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动画。我是 PM2.5，我的弟兄很多，多环芳烃，隔离重金属，每一个都带着利器，在攻击人类的闯关游戏里，我很少失手。第一关，鼻孔，鼻毛和鼻涕能挡住外来异物，90%的直径大于10微米的颗粒物都在这里阵亡，但挡不住我。第二关，咽喉，上呼吸道的纤毛，10微米，1秒钟扇动20次，但我身体轻盈，器官平滑肌受到刺激，收缩试图阻挡我，这是自取其辱。第三关，下呼吸道，这里有像道长的大树一样密布的支气管，是我们最好的滑雪道。我们一路跟白细胞、淋巴细胞等交手混战，人类因此引发隔离炎症，我们的大部队最终到达树杈尽头的肺泡。人类的肺泡有3亿多个，我们一旦挡住肺泡，人类就喘不过气。但这里有我们最可怕的敌人——巨噬细胞，他们专门吞噬异物，号称体内清道夫，这是一场恶战。但我们人多，而且有难以分解的内核，加上重金属的毒素，巨噬细胞很难消化，容易细胞器破裂而死。人类的免疫力就是这样下降的。我们还有一组刀锋战士，粒径小于0.5微米，可以穿过肺泡膜直接入血，沿途损伤血管内膜，让人血管变窄，血压升高，引发血栓。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肺循环来到人类的核心中枢，向你们的心脏发起总攻，造成心肌缺血，损伤心律混乱，引发心梗。战斗吧，人类！你们的每一刻呼吸，我都在。